招桑未来这边正在录制节目，招桑还跑进来说，哥，外面出事了，你赶紧去看看。这是全员混混参加的综艺节目 Breaking Down 的录制现场。就在刚刚，暴走族混混小野走进房间，他和这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伙发生了一点摩擦，他居然从包里面抽出了一根甩棍，走出来就要打这个小伙，幸好招桑海从这路过，控制住局面。招桑海打掉小野的甩棍，但是随即两个人到了门外又发生了冲突。招桑未来满脸严肃地走出来，直接上手控制小野的手臂，并且把甩棍给夺了回来。刚开始小野还不怎么配合，但是一看是招桑未来，立马就老实了。招桑未来说，你要不想参加就给我滚蛋，在我们这是严禁用任何武器的。小野瞬间就臣服了。这里是 Breaking Down 第五季，主裁判就是路上传说招桑未来。这里是混混们的天堂，促成一场比赛只需要5秒钟。上一季比赛的各路狂人也是悉数到场。这个剧